反正我已经中了情花毒，你们不怕中毒的，就都进来吧。今天我给你带来个朋友，我相信你见到他之后一定会很高兴。秦湖主要是心中愤恨，小路不必不让，任你连打三枚枣核丁一样。行，你给我站，你就借我三丁，不论死活你必须交出解药，以救杨过之身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神雕侠侣在中视。